画画对于我来说，不仅仅是生存方式，也是思念的方式。每当我画起画，我就会想到你，真的，想的心都痛了。原来，心是会痛的，您知道吗？您经受过吗？所以，我又喜欢画画，又害怕画画。有的时候，我整夜睡不着，只能躺在床上等天亮。黑夜真的是长啊，我的心里苦到了极点。于是，所有的思念都化成了一句句的诗。我还从来没有读过你的诗。极目孤帆远，无言上小楼。寒江晨落日，黄叶下深秋。风丽房青啼，云行乱如眸。不知天地外，更有几人愁？不知天地外，更有几人愁？我失眠的时候，已经做了几十首诗。在我的画里和诗里，我才是自由的，不受猜忌，不受重伤，不受约束，才是真正按着自己的心去生活的。我这846天，天天都是这样过的。为什么这么折磨？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，我的同事、同学、朋友不断地让我去相亲，连我的父母都说不能再耽搁了。你呢？难道你就想孤独一辈子吗？昨天叔叔又给我介绍了一个什么厅长，我不想见。先生，你说我见还是不见？那你就见吧。多慈，画吧，留下一个永远的微笑在画上。Thank you.
您别走，行吗？不，我跟印度南洋那边都定好了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先生，您再接着画吧。送你走，再走吗？不，你看我这里这么多箱子，当地的朋友说要送我，到时候肯定是乱乱哄哄的，还是我送你吧。啊，也好。先生，就要走了，再说点什么吧。谁像命运似的，推着你往前走，只有自己。记住了，将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不能知难而退。这个是我昨晚为监天写的，等我走了再看好吗？好好活着，好好画画，好好的。我走了。晓雾陇江际，寒风吟别愁。如何君去后，疑似水东流。
裴公兄，给广西的款已经汇出去了，画展尚未开幕就已经筹得15389.95元了，这可是创造了一位画家在新加坡卖画的最高纪录啊。只是你大量作画太辛苦了，整日挥汗如雨，我们的抗日将士却在流血甚至牺牲。哎，你晾这么多宣纸这是干什么啊？受潮了，晒一晒。哎，裴红兄，有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。什么机会？请你给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斯先生画像。给汤姆斯先生画像，这你知道，画像我一般不轻易答应，我只给我尊敬的人画。这个汤姆斯先生我跟他素不相识，我给他画什么像？你不认识他，他对你可是仰慕已久了。还行，此话怎讲。前几年你在欧洲巡展影响很大，当时他就看过你的作品。这次画展虽然没开幕，却已名声大噪，他就表示了要请你给他画像的意愿。一个殖民主义者，昆仲兄，实在是抱歉。不是，这次牵扯到画展的举办地点。画展的举办地点不是定在中华总商会了吗？这跟画像有什么关系？这汤姆斯先生说啊，你给他画像，咱们的画展就可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幕。画展主要看的是画，地点不是成败的关键。那倒也是，不过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展出，那规格就是在新加坡首屈一指的，影响就非同一般了。再说他开出的画像酬金是4000元，这对于咱们抗日筹款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。我可以多给华侨们画像挣回来。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我不去总督府给他画像，我手里边的活还忙不完。不去不去。未经你的允许，我把田横500世、奔马、九方稿拍成照片，各洗了200张，准备出售。有你签名的5元，没有你签名的3元，这又是一笔收入啊！我这也是先斩后奏，可以吗？没想到啊，你还真有经济头脑啊！得空签上名吧。不得空也得签呐，这不光是一个售价的问题，也是我对新加坡民众的一份敬意呀。外间流传，华侨绅商都以能购得你的墨宝真迹为荣啊。哎，侨胞们爱华，更爱国呀，大家都是为了抗日战争而出钱出力呀。这样，捐款100元的，得这样一幅画。捐款200元的，请他出题，我给他画。拥有你的作品成为抗日爱国的标志，我引你为豪啊。徐先生，这是树胶实业有限公司经理陈延谦先生家送来的画画酬金。画人物像明码标价200块钱，陈先生当场不给付了吗？
是啊，我立刻转到新华抗日筹赈总会去了。说是陈寅谦先生对徐先生个人表示的一点敬意。不不不不不，这笔款我分文不能取，还得麻烦您转成新华抗日筹赈总会吧。那我只有遵命了。哎，别红兄，原定今天给华侨银行行长李俊成先生画像，你看可以吗？哎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好。哦，哎，徐先生，您电报。昆宁先生在吗？哦，他吃过早饭，就出去办事儿了。哎，黄先生回来了，请他到我这儿来一趟，好吧？好的。白虎兄，不，有事儿。昆虎兄啊，我同意给英国总督画像。你怎么突然又同意了呢？我刚刚收到广西第五路军的宋主任电报，你看，悲鸿先生，并新华抗日筹赈总会，捐款收到，立即发放至第五路军抗日遗属。先生寄来的每一分钱，都是射向日寇的子弹。先生为国珍重，宋斌。为了抗日将士遗孤，为了我们苦难的祖国，我一定要多画画，多捐款。通知总督府，我同意给他画像。对，请你把这封电报转呈给陈嘉庚先生和新华抗日筹赈总会，告诉他们，我们的心和四万万同胞是连在一起的。好，我把它交到《星州日报》郁达夫先生那里。好好好，向新加坡民众告知。你约个时间吧，我到总督府给他画像。哎，画是要画的，但是不用去了。啊？他说，如果徐先生同意画，他就到我们这里来。啊？英国总督屈尊到一个华侨家里请个中国画家画像，这在新加坡是闻所未闻的，这一定会震动四方的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？后天吧，明天我要到南洋美专去演讲。太好，这件大事总算敲定。徐先生，您的信。哦，对，这封信你再帮我寄出去。哦，好的。哎，又是给吴作人的，他是我的学生。啊，我马上去接。吴作人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哎呀，打击太大了。夫人跟孩子相继去世，他气得一只眼睛都失明了。这是嫂夫人的信。哦，我给他写了三封信，但是他只字未回。这是孙多慈。你我相知甚深，听我一句，如果破镜实在不能重圆的话，那就再向前走一步。昆仲兄啊，我一直念他跟我私奔，在欧洲苦度八年不容易呀，况且还有一双儿女，20多年的婚姻呢。走，我陪你散散步。方先生，哎，陈嘉庚先生来电话说找您有事儿商量。哦，好。
一片残阳柳万丝，秋风江上挂帆石，伤心家国无限恨，红树青山总不知。慈悲。耿耿星河月在天，光芒北斗自高悬。几回凝望相思地，风送凄凉到客边。疾风狂雨避不尽，方舟起棹逆听音。薄恋人世忠心苦，独自沉沉为苦心。贝永兄，你难怪呀，啊，难怪你提的画展的最后三天要增加齐白石、张大千诸位的作品。我在你这儿是初次欣赏到他们的画，这简直是丹青高手嘛。张大千、齐白石二位是我的挚友，大千先生有天纵之才呀。融入古今，他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皆精，我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为五百年来一大千呐。你对他评价如此之高？当然。好，那张先生现在在哪里啊？啊，在重庆，前不久刚刚去敦煌去临摹壁画去了。那齐白石先生呢？这就是白石先生的作品啊。哦，他是将文人修养和农民气质完美的结合了起来，是妙造自然的艺术大师啊。我贝永兄，我真是无缘结识这两位大家呀。白石老人现在还在北平吗？北平沦陷之后，我跟他一直失去了联系，这回到新加坡刚刚联系上了。这位老人呢，不甘做亡国奴，是一身的傲骨。我最牵挂的就是他。我前不久刚刚给他寄去两首诗：烽火满地动干戈，缥缈香菱意若何？最是细情回首处，秋风袅袅动停波。乱离阻我不相见，屈指翁年已八旬。由是壮年时盛气，必当八十始为春。悲鸿，爷爷，您看。你去研墨、铺纸，我要给悲鸿啊画幅画，给他寄去。哎。山河破碎，相隔万里，什么时候才能再相会啊？齐爷爷，来了个日本人。嗯，日本人。哦，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齐白石先生，这位是东亚交通公司的总裁岩下次郎先生。岩下次郎。哦，请坐，请坐。齐先生，您该认得我，张三立，岩下先生的秘书。我前天敦请您一次，您不给我面子，今天岩下次郎总裁只得亲自登门了。齐先生，我是专门来向您表示敬意的。
戚先生是北平最著名的画家，我几年前第一次在朋友那里看到先生的画作，就被先生的衣服征服了。啊，先生的画作用我们的日本话说，是来玩一起邦迪斯内；用中国的话说，妙极了，妙不可言，妙在似与不似之间。当今之时，如果能够得到一幅先生的画作，那是三生有幸。再过几天，我的父亲七十大寿的生日，我想冒昧的请先生到我的家里去赴宴，我们一起合影，请先生当掌作画。我知道这个事情是有一点冒昧，不过，先生，您的真的是我在家里的最为尊贵的客人。总裁父亲寿辰，请您吃饭、照相、画画。爷爷身体欠安，不能前去。戚先生，这是多大的体面呐！您跟总裁全家的合影，往这屋中一挂，就连日本宪兵也敬您三分，不敢登门造次。这种好事上哪找去啊？全北平的中国人谁有这样的福分呢？您说是不是，总裁先生？そうですね。戚先生，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。如果到我的家里去作画，先生实在是为难的话，可不可以请先生在自己的画室里画一幅花鸟？您知道，您的画作对我的父亲生日来说是最珍贵的礼物。当然，报酬、润格，我们是不会让先生失望的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心脏病发作，早就歇笔了。是吗？哦，そうですね。太妙了。卖画不论交情，君子自重，请照润格出钱。请问这是干什么用的？你爷爷不是说早就歇笔了吗？哦，这是以前写的，还没有取下来。现在爷爷年老多病，确实不画了。哦，多么美妙的画室啊，多么奇妙的画啊。宣纸已经铺好，真纸摆放整齐，一尺新墨刚刚研究。墨香。齐白石先生，在贵府，在这个画案之上，除了先生之外，还有第二个人作画吗？令府上还有谁作画呀？孙子，我手腕无力，也只能教教孙子画画。齐老先生，您恐怕想说的真心话是您不愿意和我这个日本人交朋友，对吗？那就让您孙子当场画画吧。怎么，秘书先生，你要盘查我吗？小的哪有这个胆量啊，我就是想看看这奇门后人的大作而已，怎么，这难道有什么不公之处吗？你太无理了！不敢，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对齐白石先生说话。是是是，不敢不敢。齐白石先生，我的是您的艺术的
真心的崇拜者。如果先生与我们合作，对不起，如果先生肯屈尊与我们合作，在整个北平的范围之内，先生将得到最好的保护，最好的照顾。这对于您晚年生活是绝对必要的，是大大的有利。如果先生肯与我们合作，我可以请日本政府邀请先生到日本国去访问，看看美丽的日本。先生可以在日本一边游历，一边卖画，一边刻印。您知道，在日本有许多的人痴迷中国的金石书画，我保证先生在日本可以名利双收，可以满载而归。先生，还是考虑一下吧。我年已八旬，朝不保夕，我连门都不敢出，何谈出国呢？总裁先生对我的错爱，实在不敢当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了。先生，你真的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吗？太遗憾了，我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两手空空。先生，我希望先生能够记住一个叫岩下次郎的日本商人，我会再来向您讨教的。中国有句老话，百善孝为先，我只不过是自己的父亲七十大寿的时候，我想讨一幅先生的画作作为他的生日的礼物，希望先生理解儿子的心情。今天的事情非常对不起，给先生添麻烦了，对不起，再见。这个日本鬼子倒挺懂礼仪的。黑头羊皮的狼也是狼。你别看啊，他们表面上那么文质彬彬的，其实他们就像恶魔一样的纠缠不休。那以后怎么对付呢？以后要对付的不光是他们，还有别人。你这一天到晚的这么骚扰，谁受得了？嗯。哎，你把这个东西给我接下来。那换成什么呢？你换上，白石老人停止卖画，绝止吃饭，绝止照相。好。哎，爷爷，刚才您不是说要给徐先生画画吗？哎呦。哎呀，都把我给气糊涂了。好好好，画画画。喝茶。处处草泥香，行道何方好，昨岁见君多，今岁见君少。你把这幅画寄给新加坡的徐悲鸿先生。哎，他一看啊，就明白我的所指。这也太明白了，用螃蟹来讽刺日本鬼子，谁看不懂？可这话万一被日本人查出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老年遭乱，死不足惜，拼一条老命有什么了不起？
妙，太妙了！把日寇比作横行霸道的螃蟹，太贴切了啊！这画配上诗，就更深刻了。作画就是用一支画笔去思考，大艺术家都是有历史的眼光。先生，这是夫人给您买的药。哦，这怎么你病了？怎么不跟我说呀？你要不要去医院？不是不是，昨天在闲谈中啊，我说起伯阳这遗尿症一直还没有治好，嫂夫人说当地有一种好药，这不是就买回来了。那赶紧给寄去吧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丽丽，杨叔叔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家？我当然知道啦，你和伯阳住校，每个星期六回家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哎，杨叔叔，坐。好嘞，来，让叔叔看看。嗯。哎，伯阳呢？哦，下午和明天呀，他在学校有活动，这周他就不回家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你爸爸来信了。啊，真的？嗯，你看这包药嘛。是你爸爸从国外给伯阳邮来的，你呀，每天按时，晚上给他吃两粒啊。据说这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吃的怎么样？再告诉叔叔。要是不行的话呢，你爸爸再想办法。好，我交给他。嗯。哦，对，你的哮喘病怎么样啊？哦，最近不犯了。我生病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写信告诉爸爸啊。嗯，好，不告诉。嗯。对对对对。我给你拿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嗯，来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什么呀？你爸爸从国外寄来的邮票，快，啊，打开看看。打开，很漂亮。哈哈，喜欢吧？来来来来，看好多了。啊，好漂亮。哎，叔叔，嗯，这都是哪国的呀？我来看看。这个是法国的，这个呢？荷兰的，这个？这个是英国的。啊，你爸爸特意嘱咐，这个千万不能泡水啊！你和伯阳每人八张啊。好。嗯，哎，还有好东西呢。什么好东西？裴红兄，你今天是不是特地穿上中山装？哈哈哈哈！一个中国画家。参加英国殖民地当局活动吗？太精彩了！一个悬挂礼，一个音乐会，说在新加坡可是前所未有啊！你给英国总督的画像，比前19位英国总督的画像出色多了。悬挂在维多利亚纪念堂，太气派了！汤姆斯高兴极了。没看今天。活动搞得像女王授勋一样，辅政司斯莫尔夫人特地选在今天为你举办家庭音乐会，庆祝画展成功，最后竟亲自表演钢琴独奏，他们都是争着向你表示敬意和祝贺呢。哎呀，与其说是为我表示祝贺，不如说一是抬高自己的地位，第二在沙龙中展示自己的才艺，这英国贵族啊，惯于此道。无论如何，一个华人画家能得到英国殖民地最高当局如此的礼遇，你是第一人。哎，这可是画展筹委会诸君共同努力的结果啊！你知道吗？这两天我走在大街小巷，听到最多的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就是徐悲鸿。新加坡人人争说徐悲鸿啊，你成了号召抗日的一面旗帜。黄先生，筹款的刘将军来了，在客厅等您。哦，这位刘将军是为抗日游击队集资的，他很想结识你。好啊，刘将军，您好。哟，黄先生好。徐悲鸿先生，刘将军好。哟，徐先生啊，我真是久仰大名啊！我早就巴望能见到您了。
可黄先生说您整日忙于作画，今天我能够见到您，真是如愿以偿啊！别坐，请请请，徐先生，请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徐先生，您真是大英雄啊！哎，这次画展那可真是人山人海呀！这是侨胞们爱国抗日。哎，徐先生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应该说，既爱国，更爱您的画。尤其您那87神仙卷啊，这回可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了。哎，您知道吗？我那天看画展的时候，有两个英国人，那眼睛都看直了呀。唐朝的画。他们哪儿见过呀？啊！哎呀，徐先生，这画一定值好多的钱吧？穷尽造化，探究人生。